8月26日消息，今天美国网友在美国街头偶遇前 NBA 球员德隆蒂·韦斯特。36岁的韦斯特流落街头，形同乞丐。几年之前还是詹姆斯的骑士队友，如今竟落得如此下场，令人唏嘘。他最后一次在 NBA 效力是在2012年，其后韦斯特来到了 CBA 效力。在2013-14赛季，他为福建队效力33场比赛，而在2014-15赛季，他仅为上海打了5场比赛就被辞掉。之后他还尝试为 NBDL 球队德克萨斯传奇队效力，但仅打了4场比赛就被裁掉。然而近日有美国网友偶遇了流落街头的韦斯特，从照片上看，韦斯特的境况十分糟糕，背着一个双肩包坐在地上，像个流浪汉，面容十分苍老，手中还拿着一根大麻烟，意识并不清醒。值得一提的是，韦斯特 NBA 生涯总薪资1600万美元，没想到这么多钱如此不经花。离开球场之后，韦斯特在场外不仅嗑药、持枪。曾经有球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看到韦斯特像过往这样乞讨的照片，而如今形同乞丐的样子已经并不是第一次了。网友们纷纷都表示：“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太上皇没当成了毒酪了。